某媒体报道，11月30日，陈伟霆晒出一张照片，并配文：“你看不到我。”照片中，陈伟霆穿着青色外套，蓄着络腮胡和长发，侧对镜头，浓密的头发完全遮挡住了他的脸，只依稀可见高挺的鼻梁和稀疏的胡子，颇为沧桑，看上去特别的有魅力。粉丝看到后纷纷留言道：“我看得到，你是最帅的陈伟霆，看到你了，你最好看了。”看到了帅气的你，还有粉丝表白道：“因为你在我心里啊，老公，我爱你，看见了，大宝贝。”